好的，观众朋友们，我们这场比赛呢是打的这个独行侠。独行侠现在呢战绩一般，一个东契奇再加一个拉塞尔。拉塞尔呢，他们内线的话，这是一支没有波神的独行侠，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威胁，我感觉不是感觉不是什么威胁。上一场我们虽然是输了，但这场我们要振奋，振作起来，对不对？面对这样的一支烂队，在外线拉塞，鲍威尔在弧顶，拉塞球到了哈德威手里。鲍威尔持球，在外线拉塞尔，计时器还剩五秒，哈德威拿球，他打算打板得分，但没打进去。他们没有给他留下什么出手空间。哎呦，可以！今天巴特勒终于硬气了一回。谁也没法阻挡他，从来都没有失手过，也永远不会失手。他是一名非常果断的终结者。他选择的战术是单手扣篮，明智的选择。球到了杰克逊手里，每次一打烂队，我们这几个球员就发挥的贼好啊，没有得分。他在出手两次之后还没有拿到本场的第一次得分，打强队的时候站不出来。哦，巴特勒最后一击，是的，球一传过来他就瞬间弱队收割机啊。这场比赛刚刚开始一分半钟，对，他们正在想办法重新找回节奏。没错，他们的手都已经快生了，他们真的需要进个球。他们找到了对方防守的弱点。这球甩的有点危险，朱巴接球就投，没事，姚明篮板。目前他们的投篮命中率达到80%，感觉瞬间。比赛还早，第一节没打完就有一种要崩的局势。非常的不错，得到了鲍威。哦呦，这球抢断，跳起来。我的天哪，今天状态爆炸了呀！高高跃起的扣篮，通过强大的防守获得的快攻机会是最棒的。这个球充分体现了对持球者持续施压的重要性。现在是拉塞尔持球，远距离投篮，这一下投丢了。他们还是投不中球，过去五次出手仅命中一个，空中勾手投篮，被达拉斯拿到了篮板。目前是第一节，双方差不多快要打到三分钟。好棒啊，杨明！侄子下快攻，强打一个没有，能抓住机会让比分优势扩大到两位。状态还是没找到，感觉他还是不能以攻为主，以攻为主的话就会打得很烂。低位投篮成功得分，通过基地传球将球传给队友，漂亮！第一节这个巴特勒超神啊！孙大圣也没找回状态。孙面对史密斯的防守。哦，面对 JR 的防守，那不得往里突一突？嗯，哦，我还以为是什么呢？还有失误。第一节双方比赛时间已经接近三分钟。面对 JR 的防守，那还不得突？斯罗德到外线，球到了伊戈达拉手里。给孙拿球，强打一个，漂亮！伊戈达拉的漂亮助攻。他们在这一波的进攻高潮当中得到的每一分，我是看出来，这帮人真是逼迫他们在外线投篮。啊，欺软怕硬的是吧？布伦森，他在被施罗德防守。布伦森拿球，第一次投篮就进了，这是一个不错的开始。哦，优雅的动作，抛投球进。施罗德到外线，孙面对史密斯的防守。哎呦，来。出手位置距打一个，哎呦，这都有，你看，这真是个很不错的打弱队，真的是人人赛乔丹，全队70%的命中，恐怖！我发现就是这么个，每次都这样。你看，防守都有了，一顺百顺。
给也不容易啊，进了，真漂亮。没问题的话就接着这么干，他们一顺百顺，不断得分。没错，当他们像这波高潮中那样不断杀入三秒区的时候，你在防守上能做的事情就不多了。好帽啊，你看你看，都来了都来了。面对史密斯好球，你看他为他们队拿到了两分，内线简直没什么抵抗力，那是他们在三秒区的连续第五个进球。他们让别人拿到的那些分数几乎无异于直接送分。攻防现在体现出来的就是感觉好像这支球队完全跟之前的那状态不一样，就是这种感觉，都是神一场鬼一场的球员。啊，其实不是因为神一场鬼一场，而是面对不同级别的防守，他们有不同级别的状态。随着第二节的展开，让我们看看比赛的激烈程度是否能有所改。第一节我们就已经领先了12分，你两节打完就已经打得非常的强势，结束了这个比赛，层出不穷。我感觉是两节就能结束比赛，同时在投篮方面也是堪称完美。球到了福布斯手里，福布斯在我们这几场表现还可以，虽然说左侧侧翼，在受伤啊，没怎么打。一个打烂打烂队的，打强队的时候也同样能投进。福布斯三分。面对史密斯的防守，独行侠队获得球权，本场比赛分差为12分。到了右侧侧翼，布伦森，他在被伊戈达拉防守。一哥这防守可以啊，贴得很紧啊。他们还剩六，对面只剩六秒。布伦森打球，防得不错，对面漂亮，的非常紧。最后打了一个篮板，伊哥达拉下回攻，球到了福布斯手里。福布斯挡一下。现在是第二节比赛，双方打了一分多钟。吊一下，球被抢到，这球吊得不好。打了一波快攻，他们要上。完成了这次快攻，非常漂亮的传给一下，我们这边领先还蛮多的，十分，稍微浪一两球问题不大。施罗德到外线，施罗德开始攻一攻了，今天没怎么攻呢，还球出手瞬间裁判响哨了，对面犯规，他可以罚两个，他准备罚出第一球了，这一罚没有进，第二罚中了，不错。目前是第二节，比赛刚刚进行一分半钟多一些，直到了杰克逊手里，帽，漂亮，没错，传进巴特勒，巴特勒今天可以，裁判看到对面犯规了，他可以罚两个球，这是他今晚比赛的首次罚球，第一罚罚得很不错，两次罚球都进了，这一节他们在制造身体接触和罚球机会上面做得很好，我喜欢这种方式，简单直接，充满对抗。巴特勒防守他，现在是比赛的第二节，两分钟已经过去了，球又回给了拉塞尔，三分线外投篮不中，好板，内内在外线，哎，球又回给了姚。哎，好球！简单粗暴。他们每一次进攻都突破到篮下，已经在三秒区连续打进5个球。对面的防守队员在内线必须要有更强的斗志。达拉斯叫了暂停，他已经看到对方在内线得了太多的分，想让队员们知道，必须守住内线。你说的对，苏群，我保证这次训话的重点就是要阻止对方继续在三秒区当中得分。达拉斯持球，落后15分。米勒在外线，拉塞看起来他的手感相当不怎么样，这球也投丢了，他已经5投0中，投出去了，被达拉斯拿到了篮板，他获得了非常大的出手空间，只是没有投进而已。这龟没必要，
东契奇三分没有，拉斯这次又没进，你看对面的进攻端也打不出来，这显得好像我们是个防守全队，其实是的，篮板球比对我们防守也就是只能算中流水平，我们的联盟里三分球来了，侄子，不过他比较空的机会，朱八，哦，侄子，哎呦。侄子非常远，你这再不进这说不过去了，这第几个了都，哇，这篮板抢的，哎呦，命中率来了，一记抛投，这是他今晚首个罚球，他这个赛季的罚球表现真的不错，命中率达到了78%，这一球投丢了，第二罚罚得很准，目前是比赛第二节，双方比赛时间已经超过三分半钟了。喂，这晃开了，狠狠的撞了一下，球没投进，他马上要罚两个罚球了。赛季场均11.9分了，数据在不断的下滑。这一球罚进了，他罚进了两个。照这么打下去的话，最终可能在场均10分左右。独行侠队在节点突破困境。不过作为一个新秀。对吧？这个新秀，而且不是通过选秀进来的，这个相当于是什么呢？我们 CBA 签过来的弱选秀，也许没参加选秀，反正签过来的，不能抱以太大的期望，是吧？从底线投篮，哎，这独行侠队的球，真是一个这球能传出去也是厉害，但是我是想投的，不小心点了一下。领先了都差不多快20分了，这个比赛。巴特勒防守他，他这一球打得可真快，漂亮的得分。不过他应该直接跳投就行了，而不是玩什么后仰跳投。跳投就跳投，还后仰跳投都不行，有毒吧这解说？哎，王大林今天篮板你看也异常的凶猛。巴特勒这边10分。孙大圣，哇，这个变形成什么样子了？这姿势。如果这么大的劣势都能扳回来，我们这都开始浪了，已经。绝地大翻盘了。老实说，哎，这边防到了。逆转希望。好吧，大林三个篮板。在外线。又是巴特勒。距离篮筐有11英尺，进攻方拿到了篮板。哎。出界，独行侠队的球。上半场有点血虐对手的感觉。哎，从很远的位置出手了，在哨响之前及时出手，最终上半场领先17分，分差已经拉得很大，主队领先17分，伙计们请下半场基本上没悬念了，将立即回来进入第三节的比拼啊。